普查偷跑，普查偷跑，北岔进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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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北岔进户，北岔进户，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前两天，市政府偷偷啊做这个前村普查的动作，让人感觉真意外。伊拄啊开始咧发普查。伊拄啊开始要画前村破渣，伊间隔伫林海工业区，特别做循环经济，以及伫两公里外，即、這个中油新的个两个厂，伊就开始要搁做啊。林前院长讲要甲遮改善污染，完全拢无感受到。为甚物？伊用即个白擦骗术，破渣。拄仔开始，伊就计划遐济，所以我怀疑，我嘛要正当面指责这个政府，哦，是白贼的，是咧骗人的。那么，阮这两天发布要开前村普查问卷内容的记者会，伊昨较紧的，民政局长就较紧来甲遮个里长讲，伊要开六场的说明会。说明会要开，无唔对，阮有要求。但是，阮即马上惊的是说明会开落，针对居民所提出的要求，土地换平是要安怎落实，还是讲争议的部分，还有幽灵人口，还有普查对象认定，这个通通不清不楚。如果说明会针对我们所提出的争议，他能够做修改，他能够列入普查问卷的内容，安尼，阮会接收。阮即马嘛阁惊吼，到时阵迄六场的说明会又阁是咧骗阮。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接触到很多大大小小的这个迁村的会议，那在一月份，由民政局长召开的。迁村普查内容，哦的说明会是在那个区公所，他办了三场。那当时我们也是强烈的要求，哦那个迁村内容的普查表必须要有一个大型的公开说明会。那民政局长也当场亲口允诺这个说明会会由市长或者是副市长召开，那让所有的里民能够清楚的了解普查的内容。可是当时候市普查的时候，有一位府方的官员，他却说这个说明会是不会召开了。那现在我们就在昨天，我们要发起这个记者会的时候，民政局长又匆匆忙忙的说，他们会召开六场的说明会。那这样的政府，他们这样的允诺，反反复复要我们居民如何相信政府会好好的安置、好好的处理这个迁村的案件？再来就是说。普查的内容，他完全没有让居民好好的时间去思考。大埔红皮条才长久以来受到台湾经济发展的侵受到足侪经济发展的负面的危害，所以一家在地的人对政府已经要对政府其实已经变成非常不信任的、极度不信任的状态。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政府要推动迁村的时候，通过这种在各种重大环节的时候，那就更应该假设是有心要来了解居民对这个迁村案的看法，还是对工业区衍生的各种问题，不论是污染也好，还是经济发展也好，那他政府就应该更要小心的处理，在各个环节都要更小心去了解居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哎，吕正国，哎，
院长的时代，这个时候，分别对阮大南部、后壁头、枋坪啊，做一个优惠迁转的补助就对了。啊，应该看下你呾优惠，你予阮过时，大家要排有坐。阮遮的人，你呾看，你以为大家遮坐啦？啊，搁过伫遐排有坐，阮敢有法通用？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嘛。因为阮遮是在地。哦，也袂当讲你讲叫阮的是随时走，阮就随时走。你叫我走，袂无厝人徛，啊，我着变伊啊死咧做乞丐共款啊。我搁较歹，我遮嘛有一间厝人住，对。啊，你进入一旦到要搞阮迁砖，到要迁砖的时，你跩有迄个优惠的部分，来互阮百姓，互阮会当得到讲阮安居乐业的所在。所以，茫干呐讲，干呐只只讲讲尔，啊，互阮的时安尼，连一出来都无。你嘛讲安尼哦，我配偌济土地互你，对，啊你异地换地来讲，哦配偌济土地互你，啊你拢也无讲着，拢敢若是讲我要甲你估价，看你个厝偌济，哦啊你以后甲个政府买地，甲个来起厝，这间厝我徛只二十外栋啊，互你顾落了几百万啊，你煞厝安全甲顾起，啊若看你我找个做去食，来分嘛分无够啊，分无够人食，是毋是安尼？所以讲，这是做无公平的所在。我希望政府顶吼，会当照顾阮大南部、枋坪啊、凤鼻头哦，这三里的居民哦，会当最优惠的来补偿。台湾四边拢是海，各地拢不归家来，别位咱唔去。你知影？恁较早敢知影？这无徛人，敢咪这无徛人？啊，有国就有人，有人就有国。我讲较粗嘴的，对无？有国有就有人，有人就有国，大家都爱用心天良，顺用心，唔通安尼害人，对无？少时咧趁钱，有也是真好趁，有也是趁咧食饭，都则艰苦。你着互咱大家有饭通食，有所在通住，有一个心通避，唔通安尼讲凊彩要甲你不走，要不走要互你老婆死，要老婆着为为要老婆政府拍卖，无即落唔通即落理由。大家就心宽较软嘞，大家爱大家，你好，我也好，大家好，啊，唔通安尼，啊，啊若唔先穿，要共爸母共吼，过去个工厂拢刷走，工厂拢刷走了无？一见我就足安静啊，足好过日啊，你工厂刷走，我就放心啦，我变还好。居民的要求足简单嘞，这市政府敢有听到咱的声音？敢知影讲？居民的烦恼伫倒位？如果讲伊做袂到这点的时阵，伊来做遮做六场的说明，做十场的说明，做十二场的说明，嘛是同款，因为伊重点无抓到。这个政府也无够用心嘛，做啥物货拢是同款的。希望这普查内底内容爱改，吼，包括讲即卖普查的对象的限制，应该增加讲是住伫大南部遮，而且伊是有房地产，啊无就是爱限限制讲伊是住满几栋，安尼有一个居住期限的限制，安尼才能排除幽灵人口。毋过政府市府到即卖拢无回应，啊，佮包括讲要求讲。民政局现在普查规划吼，伊的人员配置安尼人力太少，现在咧算起来，每一个人力一天爱封33户，33户，这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根本封袂了，安尼封出来品质也无好。好，所以讲要求讲，诶，市府吼，甲这个迁村的条件要定好，啊，甲这普查的内容要改，若无改的话，就算我再开一百条说明会，嘛是无路用的。